地下水一直要用冷的，因为塑胶咧喺中国武术上面咧嘅演变中咧系占咗好大好重要的一个部分。咁呢个步法，我头先讲嘅，点解会将大马步、骑马步变成大马步，登山步会变成弓箭步，就塑胶嘅变化有关。我举几个例子，塑胶上面有个大背。我向边个边方面？到呢个位，呢个位就系好啲啊。塑胶有一种固化大大背带，当呢个一弹有咗一叹后，一叹一动位，就将呢边就缩过来，由肩上面缩过去就叫大背。啊？由腰呢个位置缩过去就叫小背。大背小背，呢、這个背大背就系背。好啦，当呢个动作一过来，一缩过来，系嘛？就将一个大背，后来就演变成啦，一、二、哈，一个动作。睇下你啦。啊，你做出嚟交嚟。拍背啊！拍背。系，下落去。拍背，冇错，就系大背就形成呢個咁漂亮嘅動作出嚟，啊，好啦，再講一個鼻子，塑膠有個名稱叫鼻子，鼻子點解咧？可唔可以解俾我聽下嘅？會唔會解咧？人家叫呢个鼻，鼻子嘅理解就叫唔顺，好鼻咬啊，好唔顺。鼻子喺塑胶上面点样咧？啊，系咪啊？我将呢个手撇过来，就扒过来，咁啊变咗呢个鼻子。好啦，你睇我嘅啊，鼻子系啦。一过来，一顺过来，哎，花中咗，就形成呢、這個。咁個馬仔要使咁低嘅一個鼻子？鼻子如果係嗰個塑膠就冇咁低嘅，就企喺度嘅差唔多。企喺度 OK 㗎。但佢喺度呢個花中咗啦，演變咗啦，同個表演有關嘅，所以將個鼻子就變成呢個形式嘅。哦。好啦，再我講一個簡單黑膠轉動，塑膠就變啦，一踎落去。趴住嗰個腳，頭一撞佢，連佢跌落去，啊！好啦，一趴落佢唔係咁樣咯，佢變成弓步咯。嗱，一過嚟，一勾手，一條腳，係咁啊，變成咁樣一個動作出咗啦。啊！再講一個跨欄破腿，摔跤上面跨欄破腿，啊！呢個做嘅。佢一加一過嚟，佢跨欄破腿，啊呢個動作嚟演變咗嘅啦，哎真係，嗱佢呢個一拍，拍翻落嚟，哎一條。他們用簡朴的使用格式到表演式的舞蹈動作，因舞蹈動作的美妙而觸發了學習者的興趣，所以
所有武术的领域，不准人听到的演讲。或者，当我哋喺批评人哋嘅武，嘅打拳，好似跳舞咁样，其实咧自己所学嘅同大众咧，你都差唔多。身体的移动和运用关系就大乎，所以要这样讲过，吾乃一身之根基。我用一种木凳来做比喻，这个木凳呢，用凳无论是三个脚还是四个脚，六个脚或者八个脚，如果脚与脚之间呢不够撑，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凳如果摆在那里就没什么所谓，但如果你要站在凳上面去做事，就不是那么放心了。这种凳之凳的脚的之间的稳固，就是我今天刚才讲的护法和方法这个问题。刚才讲到护法的分论之类，跟住而家我想讲锻炼上面嘅分别。头先讲嘅第一系负嘅，而家第二点嚟讲。理想的分别，在任何门派、任何传统，部是分了当部和部化两种。今晚讲完以前，我就唔可以同你嚟讲。用以前的部化是三体式。三体式可以是架式的演练和运用的步伐，它属于形式。三体式它是属于形式，用以前的步伐，三体式还有多种的分别，比如呢还有三七式。三七式呢就是前脚曲，前脚曲三分，后脚曲七分，叫三三七。佢呢个式，佢呢个动作呢系叫四六式。四六式呢应该就是喺河北一带的就比较先啊，三七的咧，你都系做嗰个动作，系呢个少啲，呢个实啲咁多。呢种咧嗱，分别喺西北一带的比较多用呢种三七的，仲有一种就系七三的，就系呢个多啲，系呢个就喺西南一带咧就比较多见嘅。好，唔該。淨係一個三體式都有幾種嘅分別。如果咁多嘅三體式嘅演練咧，係各自嘅體會、各自嘅風格。咁樣呢啲風格咧，又唔係用以前，就已經唔係用以前獨特嘅風格。而是顯示演武者的另一個風格，得勢得力。鍛鍊者可以根據自身的身形體格是各自運用。用以前的訓練是用單動作為主，鍛鍊的時候基本上都是以連環的方式來進行的。這種鍛鍊的方式的好處是就不受場地的
限制。五暗时个开放军包，都系以几个小动作，主要成为一个大动作嘅嘅单动作。啊，这个会唔会打一个缺仗呢？打缺仗。这几个动作嘞，还上个位大，一转一撇，但嗰个步伐嘞，就必须成一个先一个踏步，踏步再一个三腿先，佢步伐系咁样行嘅。嗯。转拳。转拳。转拳。方拳方拳有一种打法，有啲话放半步方拳，都唔知道真定假，我又唔知嗬。打遍天下无敌手喎、真咯。转拳咧，佢所有动作系一翻一转。但走的步咧，走得快起下咧，多数都系变成点步。点步。嗯，嗰个叫点步。炮拳咧，即系打打下炮拳。炮啊，大炮个炮。炮拳。炮拳啊！炮拳打到快啊！啊，变成鱼轮炮啊！鱼轮炮。炮炮系边个叫炮咧？唔系大炮个炮，定系一只炮个炮啊？边个动作叫炮咧？有两个炮喎。系咩？一个大炮个炮，一个真系龙蛇虎炮个炮喎。唔系啊，大炮个炮。嗯。所以就系啦，所以我就要问翻。炮锤啊，点解边只下动作叫炮锤咧？男士嗰个炮。唔系炮啊，大炮咁样嘣咁打出嚟个意思。头先嗰个。边只下叫炮咧？好，陈正师傅嚟解释。好。嗱，炮锤系打下嚟，快啦，突变鱼龙步啦。嗯，鱼龙步。打下变鱼龙步。嗯。跌住去炮咧，唔系呢下叫炮，炮系倒翻嚟呢下叫炮。呢、个系叫顺个势送出嚟，系倒翻嚟呢下叫炮住。哦。唔系，我呢下倒翻嚟叫炮去炸。炸哦。呢下叫呢下叫炸。炸落去，嗯。再上去。嗯，炸啊！威力去，炮拳系呢下叫炮拳，我自己觉得吓，唔系。诶，好啊，可以解释得好。所以十二型咧，喺步嘅进行咧，四型咧行嘅系轮步，
魚鱗道嘅蛇形。點步？佢呢個係新派嘅。係啊，個點步有力跟翻去喎。睇個點步好。嗯。邊緣行嘅係瀑布。邊啊？邊。阴的啊，没错，阴阴行的这个这个瀑布，哦，行瀑布，阴子抄水，就是这下啦，系佢嗰下咧，啊，边下，边下咧，系呢下，哦，呢下咧叫阴子下势。哦，呢個係下勢。呢下叫燕子抄水。哦，呢下先抄水。哦，一抄耐冇啦，啲水都。真啊！雞形行嘅就係獨立步。獨立步。雞四把。型啲嘅雞形。哎，影。哎，陳靜師傅示範下佢先知噶啦，要。龍形殿嘅就係缺步啦，龍形就呢係缺步。你陳靜師傅，你示範少少，佢可能會明白。擺啲長城邊有龍形啊？但係缺步。其實我師兄喺度，真係我都咁樣講咧，我真係唔好意思啫。嗱，十二型女頭咧就要幾種咧，好似燕型、頭型、腰型等等咧，都係組合嘅動作。同一啲比較複雜嘅套路，好似五行連環字、八一、八四、八字功啲套路嘅，佢一樣都係用連環嘅方式。就請問下大家咧，明唔明白咩叫連環？我不明白，解釋一下啦，係啦，我不可以自作聰明啊嘛，真係唔明白。有請陳靜師傅指嘅。你唔好咁講，連環咧真係大位。比如我哋講五行連環。哦。五行連環，崩，崩，哪五行連環？呢幾個動作嚟到呢個一樣，轉過嚟同樣都係呢幾個動作嚟到呢一邊一樣。呢只係奉，凡係呢種拳法嘅都係叫連環。唔知講得明唔明白咧？單眼連環，崩崩崩。呢度有呢邊過嚟咧，嗱過嚟轉過去啦，一樣同頭先嘅動作都一樣嘅，就再打去嗰邊，呢種嘅轉移方式叫做連環，哦，來回都呢個過去咁嘅動作，翻翻轉頭過嚟又係咁嘅動作，所以你打五步拳就出現咗啦。呢種都叫做屬於連環嘅轉移方式。哦。好，唔該。好。
花咧係三地區，但營利型嘅裝布咧係三彩裝，三地區嘅不等同三彩裝。喺山西麒麟一带，以前站嘅庄咧系叫侯尊庄，唔知边个有见过咧？有冇见过侯尊庄呢、這个？冇啊！侯尊冇来啦。好嘢，好嘢！我主要係比下，唔係未必係係㗎，係咁樣係畫畫畫咁畫嘅。都唔好客氣啊！你盡量但山西嘅營業團咧，又有一種叫提桶裝，見過啦嚇。未。啊！呢、這個提桶裝攞住個水桶咁樣嘅。嗯。啊！少林啊，打虎勢咁上下喎。係啊。啊，呢度嘅情況咧，我亦就唔係差異，又唔係各自嘅風格。呢，佢主要練嘅都係叫做裝，練嘅係裝。用以前練，學習用以前，學習用以前啊，首先就要先學三彩裝。因此有一句説話。三才裝是要以前之母，裝工哦，就屬於形勢，形勢氣勢，裝就屬於氣勢。三台當一次，呢、這個明顯就是以天地形嘅三台。地下是一個食嘅物體，人是一個食嘅，又是一個食嘅物體。地呢個食嘅物體係都係要熱嘅，人一個食嘅物體係要角度嘅。但天是灰液灰空嘅，喺廣義上面。天並不是指我們頭上的地方，它包括我們身邊的周圍都屬於天，都屬於虛空的這個概念。三台裝的鍛鍊目的就是什麼呢？這個是如何將虛空的意識體，我自己說不清楚。三台裝是如何將虛空與實體相化這個學問，我們剛才說過有一種名詞叫三義六合拳。三義六合拳的外三合叫肩以胯下，手以膝下，手以足下。今日點樣合咧？點樣解釋呢個合咧？呢個合就合於空間，打一個動作出來。點樣堅以胯下咧，點樣走以適合？點樣收以足合咧？佢係合喺呢個空間裏。將我哋實體同呢個空間會產生化。
用文字来写咧，写成文字就写唔成。系。用笑话讲嚟讲，点讲都讲唔成。嗯。演绎出嚟就易明啲。啊。嗯。啊！你俾个。系正。嗯，俾个假硬假。啊！咁我呢个系手法，佢我哋哦呢样嘢，用手法去推回，系真系系整住我唔怕，系咁整住啊啊！咁用刚刚我即系要用呢个，我呢个手同叫呢个空间产生一个合。嗯。明白吗？有冇唔同？有。呢个系点样？个零。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的感受咧？我就講下感受俾大家聽下。即係頭先第一個跳舞嘅第一個動作咧，就我捉住隻手啦，咁佢推我嗰時咧，佢叫我穩住，我仲捉唔到嘅。跟住佢個力個氣場一推，咁我人就所以向後感覺啦。呢、这個合必須咧，我打嘅唔係佢呢個位置，我合起下咧係佢腳下底，你必須要練呢個合出嚟。講到練，講到好容易講，容易捉合。點合咧？咁樣合啊！啊嗱，一合起佢。裝部咧，我哋練拳要講個裝部，裝部係以有規則嘅步伐為開始，呢個叫做學規矩手規矩。之後嘅固定型嘅規則，呢個叫做手規矩、出規矩。啊，譬如你站咗三米多，手規矩、出規矩，站三米多。好啦，但系玩一个朋友出嚟推下推佢，有冇边个可以想出嚟帮下手？我推下佢啊！我玩下，冇所谓。点样推法啊？我你所以这个手指啊，但形式上佢有冇分别？我试佢个装功，啊，佢合咗，嘿，系咪襟啲啊？襟好多，又好啦，真系多谢你啫。所以咧，步咧，佢要要求喺嗰度嘅。嗯。一年嘅装步就同一般嘅步咧，大唔相同。呢、这個就學規矩要守規矩，三體式同埋三台裝，佢唔同，又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分別咧？你頭先講。